我们看这一题，3的 a 次方等于 5的 b 次方等于9，它 a 乘 b 多少？我两边给它取对数，这取对数 a 掉下来 ，a log 3等于 log 5，两边取对数 b log 5等于哈 log 多少呢 ？log 9。好，啊，这个呢是3的平方嘛，所以这是2 log 3。好，那我把它乘起来，乘起来以后就是 ab 哈，啊乘以 log 3，啊再乘以 log 5，等于多少呢？2乘以 log 5，啊再乘以 log 3。那这个可以消掉，消掉，所以 AB 等于2，所以答案是2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C。